玩了8个小时的时间了，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。第一天开服的时候，玩家是非常多的。然后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占70%吧，就是探索还有剧情。那在玩法部分啊，捡每日那些只占了30%。如果你的剧情啊是从头看到尾都没有跳过的情况下，解了主线任务，再来就是再解这个剧情任务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合起来5个小时起跳吧。光主线还有这个任务就可以让你花5个小时，这是指剧情你没有跳过的情况下。然后在各个地方啊都是可以进行探索的，宝箱啊、物品啊、还有奇物，甚至是功法技能那些啊，都是非常多的，在内容度是非常完整的啦，也是非常花时间了。右上方这是世界首领，第一天的话可以打2次，建议是打一下啦，因为它可以掉金色的内功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基本玩法就是主线剧情左上方这里做完了以后，右上方这里有一本书，你点下去了以后就会到这个地方来，这是日常任务。它日常任务是非常少的啦，很容易就全部做完了。做完了以后啊，就是打段位哦。打这些排名的原因最重要就是可以拿到5个内功哦，金色的哦。所以第一天很多人就是3人组队，然后就开始在打竞技场了。要不要打看个人啦，如果你想要冲榜的话，拿金色内功赢在起跑点，那还是打一下吧。反正这边全部解完不会花你太多时间的。然后这是活力值啊，这活力值的任务像打世界 boss 啊，还是混江湖这些啊，会消耗一些活力值。然后委托令啊，我看有一些玩家他是有在建议委托令的部分就是保留在3个吧，维持3个在60级以后再进行使用，这样子的话对60级以后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之前封测的时候60级大概要2个礼拜啊，反正你有多你再用啊，不然你就先保留3个，那在60级之前嘛，你就一直维持3个，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啦。然后混江湖的部分呢、啊，这个有点像小游戏、哦、混江湖的玩法就是这个样子、哦、就是一个人生小游戏啦，看你如何选择。我记得有其他的手机游戏也有做成像这样子的嘛，文字人生啊。然后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去进行选择，看你会得到怎么样的结果，未来可能会有完美攻略啦，反正它的玩法就是这个样子、哦、右下方这里有结束本日啊，总共是7天啦、啊、就等于是7个回合。再来我们来看武功系统啊，这就是网上找的图哦。蓝色的部分就是适合3对3竞技的使用的技能啊，优先获取啊。这边来说一下哦，像第一个百家技能幻身诀好了，它是在3清3那个技能幻身诀啊，我是在风雷塔这里传送点旁边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朝有云的地方直接跳下去，那就会有几率会掉到一个山洞里面了，然后你再进行祭拜就可以取得这个技能了。然后第二个技能金钟不坏啊，这个是打野猪网就可以拿到的。打野猪网的情况下需要一点操作技巧啦，它也不是那么好打。当你拿到金钟不坏的技能以后啊，看到第14个探索技能萤火微光啊、那个技能你同时也可以取得的，一样都是在山洞里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成长的部分，装备可以去进行打造。第一天的情况下，这6件就把它打造到完美就行了。在这个地方进行打造的时候，下方有天外云铁，当你加入这个来进行打造了以后啊，就能打到高品质的。当然这些都是叠加战力的。然后装备部分，你就可以看一下你的背包，如果有一个往上的标志的啊，你就全部换一换了。第一天的战力确实和另外一个网站讲的是一样的，按这个步骤来，战力大概在15700，我们会大概在15700啊。然后这是从头到尾无氪的情况下了。然后这是网上找来的，就是重点会诊。头一天在玩的时候，你就大概看一下吧。首先呢，一开始进入剧情嘛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画面，我现在就是重新进来了、哦、在这个剧情情况下，他会让你去进行选择、哦、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沉入黑暗，然后第二个选择就是偷偷练功，这样子的话又多了一个发型了、哦、这游戏也是有身份的，也就是生活技能，比较推荐用制药或者是用钓鱼这类的，因为初期的话帮会的货运那些啊的材料你可以自己去生成嘛。然后剩下的就差不多了，主要就是商店啊，如果有限购一或限购二的，你都把它换下来就没错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设置，这里设置这里有一个战斗的施法设置，技能冷却时普攻递补啊，这一块的话看个人了、哦，感觉还像是不错用的。如果你没有用普攻递补的情况下，有时候可能会产生硬直，站在那边不知道干嘛。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设置哦，这一块的话就看个人了。然后下方按键部分有补品，你只要按住它以后就拉出选项，可以自由去进行调整。下方的补品左边有一个像眼睛的，当你在进行探索了以后啊，像这种发光的啊，这个是代表说是有任务的，这是方便去寻找探索的。那每个地区啊，每个地图都
都可以去进行探索，然后会有探索完成度，探索是有一定的限制啦，在前期你也不用全部把它弄满了，就是这些地图进行探索达到一二阶也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操作的设置，睡梦这个职业它是偏向刺客的，都是以近身为主，然后打出来的攻速很快，但是它皮很薄，所以这只角色比较要求操作，如果手残党的话是不建议玩睡梦这个职业。然后上方有出现护盾啊、弱控啊，这些就是其他的武功啦，还有你群侠的技能啊，轻功系统，两段跳冲刺就会飞起来了，还可以俯冲，再来就是下坠。然后除了一般的基本跳跃之外，像还可以爬墙，像这个地方好了，我们先跳，然后再用冲刺，它就可以实现飞檐走壁啊，就可以爬上来了。水上漂，然后骑马。起码可以两段跳啊，再来就是牵马，所以在这一块表现的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左方那些小人物啊，有拍照，然后还有就是关掉玩家，就是如果你发现太乱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玩家都给隐藏起来，这就是它的基础设置。再来我们看一下群侠系统，群侠说白一点就是收集角色啦，然后也可以透过转蛋绑玉啊，主要就是来抽群侠。这边可以设心愿啊，那心愿部分就是针对你选择的职业来挑选，像睡梦的话就很适合人血啊，那追命的部分是比较偏向万金油的，精华攻略我放在下方留言区。就是适合什么样的职业配什么样的角色，反正他可以设两名心愿角，那我的设法就是一个人血一个万金油角。第一天玩挺好出货的，大概15抽就中了一张了天赐的角色，当你抽中角色了以后你就能学到技能，后续会开放侠员系统了，然后角色你可以提升他的好感度，他就可以觉醒其他技能了。角色的群侠技能就是在武功这里，然后当你一直在使用的时候，右下方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有熟练度的哦，然后右上方有装配啊，你就可以去进行设置了啊。这边要讲一下，探索技能也算是挺重要的，像有一些宝箱被藤蔓啊包裹住了以后，你就要用火攻的这个技能去烧它。当你去打野猪网的时候啊，附近有很多宝箱，这个技能就很好用了，所以它每一个技能都有它的用处在哦。像风起云涌这个就是拿来吹风车用的，当你在探索地图的时候，这些探索技能啊你就可以全部派上用场了，所以它才会分为有流派的探索、群侠、百家，各个地图各个关卡都有适合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外观系统，有一些都是要花钱的啦，外观是相当不错的。帮会系统的部分呢、都会有帮会活动，像谁是卧底这个是比较偏向狼人杀的嘛，这种玩法的。剩下联赛我应该是体验不到的，反正帮会活动就尽可能去进行参与吧。其实玩法部分就是这个样子，第一天的进度就是把左上方的主线任务打完，然后右上方这里的日常任务都解完，然后竞技场看你要不要去冲排位拿金色的功法。第一天你的重点你就要把它放在金色的内功哦。那我本身没有冲排位的情况下，我只有打野猪网，但是我还是有凑到金色的内功哦，装满内功全部强化到5级，可以提升战力。打造装备部分啊，这边用天外原铁打造，然后让你的装备洗练出更高的战力评分。强化部分六件都把它达到完美，然后就是打世界 boss， 打不过没关系哦，你只要过去摸一两下你就躲起来就行了，有摸到伤害值就行了。它的输出太高啊，有时候无氪玩家的话可能不好打，尤其是近战职业，它出现倒数计时有时候是不准的，你直接在那边等大概5到10分钟就会重置了。然后这个是战力，然后这是月卡，这是各式各样的系统，然后上方呼吸玩法啊，这一块的话第一天也是要全部都做的。逍遥赏这个地方也是要就是做任务的。那么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水梦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刀为武器，招式风流，一意求快，一刀命中，一刀又至，往复无穷，取人性命于电光火石之间。铁衣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铁拳套为武器，无坚不摧，攻守兼备，大丈夫不怒则已，一怒则群雄聚，
天下惊。血河，擅长近身作战，以长枪为武器，刺、挑、配合，出招变化无穷。所谓骁勇堪贯九州之土，一枪可当百万雄师。神象，擅长远程作战，以七弦琴为武器，弹指间是琴声悠扬，也是杀机暗藏。死生阴阳，存乎一念。素问，擅长远程治疗，以绸带为武器，以柔克刚，出招时彩蝶环绕，草木回春，重伤之人亦可痊愈如初。九灵，擅长远程作战，以魂灯为武器，心齐念动，可驱策要人上阵杀敌，而自己兵不血刃。
Jimmy 师兄，你我皆不精于丹青之道，来这画院里干嘛？来画院未必是为了作画，可还记得那夜画坊上袭击诗诗的黑衣人？黑衣人、啊、对了，那些刺客曾遗落一枚印章，上面正刻着秋兰二字。很好，这下物证亦在。吴晴简不可入院，来者止步。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诱敌来犯，速速禀报莫先生。众人何在？速来阻敌。山腰怎么会挂着一幅画？画的似乎是这里的山水。这周围山水不就是方才那幅画里的景致吗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起来！一刀未尽，一刀又至，竟然追到了这里，倒是我小看你。前进，攻几何？是拙是巧，还请前辈雅正。小友可知岁寒三友是哪三路呀？是你这个伪善精，不过是些无用的花架子。允许。败局将定，前辈还是收手吧。功成万骨枯，赢我不算什么，京中自会有别人取你性命。大宋武林后辈可期，小友我们来日再会。一入江湖，岁月催，年轻人，如果头好晕，
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此地无疆，此身无躯，临渊一梦，何谓幻真？天地浑然，乾坤有象，剑锋何处，无心何我。三绝剑，饶你不死。林渊一样，想他脸上好材料啊！破碎吧！还制服不了他，老夫就拿你凑合凑合吧。
下通晓毒蛊之术，小子可知其名？这不可能！